粉丝们的愿望有多可怕。完了完了，挑战全程和小爷同框吃鸡，你们这是要强行组 CP 的节奏啊！快看看你们在评论区下来的任务，请小爷一口换一件物资，叫小爷一声老公换一件物资，做小爷的女朋友后才能进物资。你们是有多希望我和小爷在一起啊？那你还不满足一下粉丝们的愿望啊？嗯，希望红尘小爷在一起的，赶快在评论里扣个一，我都要看看有多少人。哎，小爷，你别跑出我的画面啊，挑战会失败的。想我配合你，那就拿私房照来讨好我呀。想看红尘私房照的小老爷，有本事你们把小星星点到10万啊！如果有10万点赞，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。呀，陈宝，我被击倒了。这港人民也太凶残了，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侠客家族的厉害。唉，经历了经历了，全程同框实在太难受了，要不你们拿根狗绳绳把我俩拴在一起得了。好啊，我想这辈子都和你拴在一起。龙舟到底有多少种用法？什么？居然还有人不会龙舟潜水？那你们玩游戏还有什么乐趣啊？人家是来吃鸡的，又不是来卡 bug 的。不会龙舟潜水，简直枉为吃鸡人！我信你个鬼！在座各位，快点个关注学起来吧，否则真要被同学嘲笑啦！ Really？ 看好了，转啊转，就转下去啦！哇！子弹打不到。呼吸时间也不限制，可还不快学习起来？再去该有的功能它都有，海水陆两用，爱了爱了。红尘最爱，非龙舟莫属。那小老爷们最爱的载具是哪种呢？报上来听听，看看有没有和我一样的。拜托拜托！不过撞人这活还是小汽车更专业。别聊了，都开过了，那有人挑衅我们。我的天哪！这就撞过去。那你倒是上啊！你怎么不上啊？我上了，我不就不能和你同框了？还怎么完成任务啊？我太难了。那可不能怪我抢你人头喽！哼，等下次就让你跟在我屁股后面。哎，谁闪我？等你！这年头居然还有人用闪光弹！那小老爷们平时会用闪光弹吗？我的天哪！小叶，就算我在你后面，功劳也不一定是你的。有实力的人怎么样都能拿头。臭不要脸！亲，红尘求爱失败了。小叶，你千万别离开我的视线，求求了。离我远点，别过来。切，给你脸了、要不是有任务在身，我才不和你走一起呢。哼。还敢拿平底锅，也不问问谁才是海岛的锅王？一直黏着我，太烦人了！我的天哪！什么？居然嫌我烦啊！所以爱会消失，对吗？小老爷们，快点个小星星，安慰安慰红尘吧！出球了！小叶，这可是你逼我的！1、2、3，遵命！不是，怎么恼羞成怒了？万一我俩一块死了咋办呢？哼，士可杀不可辱，同归于尽也比被嫌弃好。行行行，你跟着就是，我带你杀敌去还不行吗？这还差不多。又来？怎么最近开始流行闪光弹了吗？ Oh no！ 那我也要紧赶潮流。怎么还闪到？还是我来吧。平底锅不行，撬棍总该有戏吧。我不愧是武器大师，投掷武器样样精通啊。臭不要脸！最后一位，给我个机会证明证明锅王的称号吧。
本次任务圆满完成，小老爷们还有什么任务放马过来吧。